石门甲以南的东宗道和大屿山南部的所有道路均为封闭道路，进入这些道路的车辆必须持有有效的大屿山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。大屿山南部的道路有机会有牛热出没，请小心驾驶。由石门甲回旋处南行，往博公澳的商铺路段会有较多弯道。在博公澳顶后的下坡路段较斜，并有连续弯道，请在博公澳顶前准备减速，并保持以低坡行车。请在到达300000回旋处前减速。在300000回旋处往左可以前往梅窝，往右可以前往昂平及大澳。由300000回旋处东行至梅窝，请留意女青年会梁少荣度假村之后至贝澳之前的路段有较多弯道。注意贝澳附近的一段路设有限速，请将车速控制在每小时30公里内。过了贝澳，抽水站至南山营地路段有较多弯道。南山营地至梅窝葵旋处之前的路段有连续弯道，过了银矿万绿水厂后的下坡路段会比较斜，请保持以低坡行车。回到由300000回旋处西行往大澳方向，留意长沙萨村至长沙消防局、躺福、水口以及石壁附近的路段均有较多弯道。过了石壁水塘后的商铺路段也会有较多弯道。到了千山道和深去道路口，继续往前走，可前往大澳，或者在路口右转，可到昂平。在经过深去道路口后，前方至下坡路段即有连续急弯，请保持以低坡行车。最后回到由深去道和千山道路口往昂平方向，注意由山海亭至昂平之前的路段有较多弯道。在南大屿山道路驾车时，请特别留意以下事项。当看到前面或路旁有牛至时，应缓慢行车，并准备在有需要时停车，切勿鸣笛或在空档时踩油门。长车驶进弯道可能会跨越中线，驾驶人士在驶进弯道时应小心驾驶。大型车辆和单车于向坡时车速会比较慢。在未设有停车弯的巴士站，巴士需在行车道旁上下客，请耐心忍让，并尽量避免超车。如有必要超车，务必加倍谨慎。如有需要在路旁停车，尽可能停在让车处。南大屿山部分道路是单线道路，如有需要让车，请驶入让车处，同时请尽可能让路给商铺的车辆。南大屿山各主要景点均设有私家车公众泊车位，请善用公众泊车位，切勿违例泊车。